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在耳湾看一个挺实用的一个小独栋，159.8的，它是三房三卫，2000多尺的这样的一个两层的。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房子呢，它首先呢，它后面是没有遮挡的，后面是没有邻居的，它后面呢是一条小区里面的路，在后面呢就是社区的泳池，所以呢它这个采光啊什么的都不错，而且呢它这个客厅比较宽，院子在耳湾里算是比较大一点的。整个屋况非常的好，2013年的房子，它的洗衣房呢也是放在了一楼，咱们现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就是。整个房子呢，咱们看到了全都是已经做了这种防水的地板，还是蛮漂亮的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一楼它有一个书房，很多人买四房的房子其实也是拿出一个卧室做书房嘛，所以它其实相当于三个卧室加一个书房。上来二楼之后呢，就是两个卧室共用一个卫生间，再加一个主卧有独立的卫生间。现在呢，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大主卧，后面都是树，从窗看出去郁郁葱葱的，挺漂亮的。然后它这个主卧还有一个这样的大卫生间，浴缸、站浴、双水盆都有。而且呢，它这个位置是低税的，所以它持有成本不高，同时呢采光又好，又没有遮挡，又开阔。这个房子呢，在入门级的小独栋里面算是不错的，至少是可圈可点的。这里呢就是这两间次卧，其实这个次卧呢也都不小，这个面积住着还蛮舒服。它现在算下来呢是791每尺，这个是合理的。这个位置呢对于上学生活都是很便利的，作为入门级的小独栋，对一家人是够用了，而且也可以住得比较舒服。你看我坐下以后这个位置多宽呢。如果看房的话呢，可以单独找我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。